五星好。气完灌不出去的。你们是这样。我赌太子赢，因为我通常都跟公主是对立面。师兄说现在很热，那太子有夏天的感觉了吗？还没有，还在冬天。还在冬天。汗水。开始是把气拨出来，上了它不，它不会热啊。我都没动，我也没发气，但是给我气我也没有发。感觉像说都是奇怪啊，那。哎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太棒了。我就觉得这样，把气都这样。
他把我抛走的。对啊，那我跟你这样子，一边记一边记这样子。所以全部给公主。循环。很眼笨呢。来，太子让公主趴下。趴下应该怎么了？鸡是鸡，帝君是帝君，现在不用混合一谈。他们两个很爱欺负我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现在你知道了。好吃。我都没有感觉，快点啦！四个人都快受不了。都是汗水。他们已经没有战意了，现在只剩你跟公主了。我也没有战，我现在没吸，我也没吸，我也没发。在打。我也没打。走。那你们手里的好像怎太多了。在公主跟太子手里，有你们有什么感觉吗？好痒，我操，好痒！是不是有观战人数有900人。气势，不要花我钱。对呀、啊。
不要想就够。公主彪悍不会，他不会彪悍，他是冷血动物。呀，元真、怡真、奕晨，你们有工作吗？有工作就先了。没有工作就可以聊的。元真先出去吧，这个气你受不了。两位都算是战神。再给他一罐多多，让他作弊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